第二个是，如果把别人布施给你的财物，你再布施给其他人，是不是你的布施呢？是的，啊，这个没有错。人家布施供养你的，你接受了，你再辗转布施供养别人，是你的布施。啊，这个你的布施的，当然啊，也替布施的人辗转布施。啊，这个辗转的功德无量无边。